第一次当老师哦。哎，你怎么有这种问号？怎么在怎么有？全世界观众都有这种问号。蔡老师，今天是有朋友过世吗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我接着通告哈，白衣出来穿得很样，出来差一点冻死。今天天气怎么搞的？回去就赶快穿一个西装。所以朋友跟家人都 OK 吗？都 OK。哇，看到没？你有看吗？我不是，我当然看了啊。有人看吗？电视好多没头版呢、欸，啪一跳。你真的没有冷笑吗？绝对没冷笑。我一看，因为舞蹈最重要就是表情的灵气，他把灵气都跳出来。真的哈、哦，真的。有的是跳的很降气。什么叫降气跟灵气？降气的表情是怎样？降气的表情是那种张牙舞爪。有没有？那 CD 那一天不是啊？他的眼睛散发出来就是灵气。你真的是内行哎、欸！当然是内行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我不是舞蹈老师，我是台湾舞蹈教父哎、欸。他今天都要这么夸张的？当然要夸张啊，是真的。哎呀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任何学生你都可以教吗？我要看程度。像他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刚刚那个称赞说灵气这件事？对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很多跳国际标准舞的人呢、啊，表情真的是还蛮降气的。降气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就那种。哎呀，你也常常摆这种表情。没有，他的表情还好。那你是怎样？我想看。看。一样吧。你的表情还好，因为他嘴巴会张啊，眼睛张啊，他因为眼神，你看。有。啊，有的不是。哇，张牙舞爪真的是。有些是 over 掉。over。今天摄影棚好多鬼上身。对呀。还要脱，不然怎么可以看到我的下半部呢？是。哎，阿米老师来。5, 6, 7, 8。哎。阿米老师。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
啊，现在冬天换衣服了哈。哎呦，不是，从葬礼回来了，是我，以及加时间打理。走回去，走回去。这是舞蹈界教父吗？是，这种国标舞啊，他们走的上马是这样，我们在走就不一样。那你的是哪一派的？我是比较综艺派，不是，比较那个学院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学院派。比较肤浅啊，学院派，学院派里面有加一点。比较有一点学术味，学术味，而且还有灵气啊！到底有多灵气啊？灵气逼人。有比较灵气吗？等一下，他们有哪边灵气？你为什么他们的音乐就很？我觉得你一边走一边说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不是不是，这灵气吧？念个诗什么的。对啊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国破山河在。杀贱人，特别鸟精。好学院派，好学院派啊！好像那种感觉，找一个定点。找马。you
没有办法不累下去，你看看。蔡老师应该是没有从丧礼的气氛中走出来。不要瞒我了。唱歌嘛，你好。哎，你是哪一边的？你是哪一边？你怎么会？你是皇后？你看啊，你看这边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这边，你要转过来啊！这边，他是皇后，我是教父哎，你看看。配乐来，不是这样子了，转，转一圈呢才会下去啊！好，来，再从那边，这里 ，Come on， 转，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师，今天要上，你以前在哪里？跳过什么舞蹈？我以前是学过标准舞。标准舞还有没有跳过？小时候有跳过爵士舞。芭蕾有没有跳过？芭蕾没有。没有跳。西地嘛。是是是。本人好漂亮哦。谢谢。你本人也是很有特色。你只要教重点好，不然你会累死。就是。这不是阿狗狗吗？对，阿狗狗。你刚才是讲。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吗？这一个。一来就开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不要救护车，氧气筒。要不要水？我们现在就，阿米老师，那个比较 sexy 的 ，sexy 咯。你 sexy 啊，坐椅子。够得到底吗？其实这样子。好骄傲哦！哦，虽然不高，但是充满了力量，妩媚的眼神，散发着一种寂寞的感觉。他就是蔡健，虽然不是很瘦，但是跳舞都在拍子上。你椅子那么大干什么嘛？这已经调低了，这已经调低。拿一个板凳。不是还有做另外一份工作吗？然后身兼红顶艺人。没有，红顶艺人都是专职，专职的啦。所以要怎么加入？薪水那么高了，还怎么兼业？现在还是薪水很高吗？当然是高啊，六位数还不高啊。你是说一个月耶？当然。一个人？当然。Of course。可是前一阵子不是好像有低潮过吗？低潮当然是有低潮过啊。等一下又在那个风光了，是不是？人就是这样，人生其实是起起伏伏啊。那我大家也知道，像我是很坚持的一个，坚持就是兄弟。像现在为什么全国现在综艺节目只有带他们上节目？为什么我们现在最近要进军到美国？San Francisco， 旧金山。嗯。二月份要去。你都没有露出。惊讶表情，他讲半天到美国国际 San Francisco， 你都没有表情。好，重来，美国 San Francisco， 你根本没有表情，为什么最近都迟钝？我发现到你生完了孩子就迟钝了。我刚刚有一直在问为什么，可是我看你 tempo 很慢，好像不太想讲。你都喜欢比较快的，台上有时候都是大场面嘛，然后全部要退的换衣服的时候，一个人单歌有没有？要压得住台哦，你像我那么小的压不住台的啦，所以他也不行吗？他西地可以啊，西地可以动感呐、啊。如果说他要唱一首很 slow 的歌，很慢的，很有感，像晚风，他一个人那么渺小，舞台那么大，一看你一个人怎么压得？你要像翁倩玉那样，就是弄竹竿，然后摆一整只孔雀的屏风那个，这有没有气派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到台出门就，要很感动是不是？不是很感动，要让观众感动。
对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哎，对对对，这舞台。洪俊，你跑到旁，洪俊，你到他旁边去。你被压下去，马上压过来。有压过我吗？他比你闪很多。回来吧。上次我来上康熙，我们两个尬舞那一段，大家都说好经典哦。就是现在，我就想到什么就跳什么。OK， 好好。好，小骚包徐熙娣跟大骚包蔡头现在要比赛谁最骚包喽？来，给你们一个节拍，你们要放使出浑身解数哈。5 6 7 8 Hey, good. 你忙的。你要去哪呀？Your turn, baby. 好，蔡头老师加油！扭到我不堪，哇，这个腿还踢得蛮高的。犀利，我跟你讲，很心酸，我觉得观众一定乐死了，因为你从生孩子到现在，从来没有那么嗨过，没有哎，没有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今天就是来电他的，你真的很会激发，我当然是来激发他的，真的。好，我最后一段就好，我也来。两个字，很吃力。亲爱的，你刚刚杀出去的时候要把高跟鞋脱掉，因为我想说劈腿没有办法穿高跟鞋。我想说劈腿练了那么久不秀一下实在不甘心。可是我很喜欢你刚刚那个麦克风勒死自己那个，还不错，我很喜欢那个，那个很厉害。我觉得我跟你讲，菜头。想象中他的样子跟他实际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，就他给我一个杀气。你错了，我现在就来鸡西。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跟我怀疑说，小 S 现在怎么都不跳？我最喜欢看他无厘头的跳舞。他没有跳啊，他现在没有真的跳，所以今天是运动量最大。哎，我们俩刚刚有一个，我骑在他身上这样下腰，是不是还蛮厉害的？很厉害啊，很厉害啊！大家就喜欢你这样。可是你是不是要重复了两次？姿势不一样，真的吗？不一样。可是我刚刚一直觉得好危险，因为你刚刚无尾熊抱，然后那个倒下，没有，一个是两只腿，一个是有一只腿放开。OK， 可是你有一招很厉害，就是你侧过来之后脚抬好高哦。哦，你说那个往上？对啊，那个怎么新练的吗？我现在整个筋很开，可是我觉得跟你跳真的好像随时要撞到地板，因为离地面太近了。不接电话吗？对啊，不接电话。为什么？年纪大了，无所求。无所求呢，必满载而归。可是一个人在家不会无聊吗？不会啊，我上网上电视，还有 LINE， 还有微信。你上网在？你上什么网？上网聊天室啊。那为什么不跟真人聊天呢？跟朋友聊。跟真人聊天，有时候对方会虚伪，我们也会虚伪。
那你在电脑可以骂？没有看到。你是骂？你说你上网在骂人？对啊。任何不高兴的事都可以骂，是不是？骂。所以跟真人相处的缺点是你没办法做自己。跟真人你可能嘴巴很尖，但是不会臭。那跟那个网络聊天哦，那个打字哦，又贱又臭啊，那个嘴。开心是不是？开心，开心。你骂得很爽，随便你怎么骂都可以。菜头跟你是积怨太久了吗？不是积怨啊，不是跟不管是跟年轻人聊还是中老年人聊，因为他们我们大家都没有见面嘛，什么都可以聊。所以是吵架的感觉吗？不是吵架，就是很。一起发泄，一起很一起发泄。所以接人家电话，因为我跟一些高人，现在高人都在一起。那些高人哦，而且他们还会看前世。哎呦，你知道你前世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哦，我这样，我觉得真的，我问他们的，他们讲你的前世就是韦小宝。相信，对不对？小宝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韦小宝，韦小宝不是真的人呢，他是不是？他是金庸小说，对不对？但是清朝真的有一个韦小宝。你说某个叫韦小宝的人，有一个韦小宝。那他是干嘛的？他就是在宫廷里面，非常受重用。是王爷吗？还有康永是什么？前世是什么？你们绝对猜不到。什么？什么？慈禧。好。